他说哎，你说富贵跟你我家长讲嘛，哎，是个真老富贵跟你我家长讲。说你看看哎，当然不是弄出来的呀。你可晓得点颜色的，比到点颜色的。我话说他这个钱不是金砖。今天都已经扔过一袋了。有味道吗？收了。收了了。都买了嘞。家人光吃的，不要说是今朝的。肯定不是今天的。我摸着身上都有名字了。这个都是配料一类的。垫子。这是东西小蚂蚁。给老放，招虫子，快点，找个洞。你说一个食堂还有虫，这个真的？这是什么呀？蝙蝠家族。虫也是开着的，都是开着的。要点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也是哦，那个不做辣的一些的配料，酱，对酱。